天地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静如风，地兽金刚向前冲，天神地兽同心协力维护和平，绝不放手。宇宙的瞳孔，不变的承诺，天之行者，地之守护，就是我们神兽金刚，万世的期望，亘古的誓言。天之行者，地之守护，天神地守，神兽金刚。金火灵战斗，云天舞战斗，红凤凰战斗，绿炫舞战斗，圣狮王战斗，神州熊战斗，雪羚羊战斗，伏魔牛战斗，使出全力的拼搏，用尽全身的鲜血，失败所有的黑暗。天神地兽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劲如风，地兽金刚向前冲，天神金刚劲如风，地兽金刚向前冲，捍卫地球就是我们天神地兽神兽金刚。复仇女异变穿山甲机械兽严重破坏了大山的地质结构，引发了山体滑坡，危害到沿山而居的村民。天神金刚地兽金刚前往灾区，一方面阻止穿山甲机械兽继续破坏，另一方面利用天地同源，采用伙伴进化的力量合作救援。怎么穿山甲机械兽钻了这么久也没个信儿回来呀？复仇女，会不会是你找错地方了呀？不可能，一定就在这座山里。你们俩少给我废话。女人脾气真暴躁啊。啊，终于找到了，走。走到哪里去啊？虽然我不是乌鸦嘴，但都说中了吧？只怕待会儿小命难保啊！现在要谁的命还指不定呢。糟糕，大山好像要崩塌一样。大家小心！穿山甲机械兽，给我好好收拾这些金刚！不能让他们跑了！还要先好好收拾这只穿山甲机械兽。可恶的机械兽！力气可真大，看我的！什么？你还好吗？机械兽攻击力很强，大家小心呢。狮王怒掌，穿山甲皮果然够厚啊！
复仇女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灰漆漆的，怪可怕的。趁现在金刚们被机械兽拖住，我们赶紧找到刑天使像。早知道穿山甲机械兽挖洞这么快，我们就不用白忙活了。就是啊，复仇女，老让我们干苦力。不说话，没人把你们当成哑巴。兄弟，就别惹复仇女了，她发怒的话，后果很严重。哼，我才不怕她呢。什么声音啊？这是地下河的声音，看来我们快到了。这两个胆小鬼，把金刚惹来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兄弟，兄弟，这里好黑，好恐怖啊！现在知道抱怨了啊？哎，早跟着周明帝的话，就吃香的喝辣的了。这是什么话？我做人可是有原则的哦。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复仇女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鬼啊！兄弟，等等我！兄弟，复仇女说什么呀？你这个笨蛋，难道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吗？你们这两个白痴！大力伏魔！完全没用。射光波！去哪儿了？难不成他还会遁地术？什么？金火灵金刚，小心啊！我没事。想躲我没那么简单。又不见了，这样打还真是不爽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林聪利用伙伴的力量实现能力的提升，就能打败他。伙伴的力量，明白了。伙伴们，我们天地进化吧，来吧。好，金火灵，圣之王，天地进化，天神地兽同时谢你为我的命，绝不放手。我觉得痛变得承诺，天之行者，地之守护。哇，于强，让我来吸收伏魔牛金刚的能力吧。太好了，云天舞，伏魔牛，天地进化，吸收金刚，吸收全力的拼搏，吸收全身的鲜血，失败所有的黑暗，天神地兽，身手金刚。圣狮王金刚，小心你的背后！什么？
招不管用了，让他见识一下天地进化的威力，急速圣火。他又准备遁地逃走，那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。急速火火，失去权力的拼搏，用尽全身的鲜血，击败所有的黑暗。天神对手，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进如风，地兽金刚向前冲，天神金刚进如风，地兽金刚向前冲，捍卫地球。我们是捍卫正义的天神地兽战队。神兽金刚。笑死我了，老天都在眷顾我们，终于有机会为黑暗大帝报仇了。谢谢姐姐，真乖。谢谢，这次多亏了你们。不用谢。神兽金刚小百科，应对山体滑坡。遇到山体滑坡时，要沉着冷静。跑离时，以向两侧跑为最佳方向。切记在逃离时朝着滑坡方向跑。避灾场地不能选择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。当无法继续逃离时，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，可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，或蹲在地坎、地沟里。应注意保护好头部，可利用身体的衣物裹住头部。滑坡时，极易造成人员受伤，应立即打求救电话。滑坡停止后，不应立即回家检查情况，防止遭到二次滑坡的侵害。刑天得到头颅后再次复活了，巨大的力量震动整与一起消灭天神地兽。复仇女能放下黑暗大帝的仇，和鸡皮将军合作吗？请收看下集《刑天再现》。